别怕，来。姑娘，你为何被人捆绑于此啊？哦，果然是救人呐。夜兰，有变故，难道星火认识这女子？我还是先不要现身，静观其变。你是燕儿，你是燕儿。哇，干什么？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燕儿。哎呀，不，我不是燕儿，我是灵姬，请你放开我，放开我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燕儿，你不是燕儿。我是星虎，你放心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星虎大哥，叫我星虎好了。好了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何被人绑在这里？我在途中遇到了一群强盗，他们把我给抓了起来。我本想着去反抗的，可他们却用石头砸中了我的后脑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再醒来，我就发现我被绑在了这里，于是我就喊救命，一直在喊。没想到是你来救了我。还疼吗？我的头好痛啊！难道是这女子后脑遭顿悟打击，受颅内之伤所致？啊，好痛啊！你别怕，你别怕，我这就带你回去。雪莲医术高明，她一定会医好你的。雪莲，李君飞，醒醒啊，救人！他们是谁啊？他们说他们是强盗。雪莲，快过来啊！雪莲，你在干嘛？快过来啊！我先过去了。雪莲，好好好。雪莲，你来看看他。小虎哥哥，他是谁呀？别问那么多了，先帮我治好他，快点啊！不用了，我突然觉得好多了。真的吗？你们都给我听着啊！我们就是流离国外最有名的强盗大蛇帮。若是你们还想活命的话，就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否则杀无赦。一二三四，四位猛男。你们就是强盗啊？对，强盗。而且注意，不是我们说我们是强盗，而是我们本来就是强盗。对，就算不说，我们也是强盗。可是大哥，我们不告诉他们我们是强盗，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强盗啊？哎呀，你管他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强盗，我们只要自己知道我们是强盗，他们就得知道我们是强盗。就算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强盗，只要我们是强盗，就算我们不说，我们也还是强盗。哎，对对，你笨啊你！让他们怕了，他们就会知道你是强盗了。太好笑了！不许笑！哇，真是太好笑了！太好笑了！再笑，再笑就杀了你们！他强盗，找猫都不如。还笑？你还要笑死我了！别怪我们心狠手辣。只怪你们自己脑门子是不长眼睛，进了我们的地盘，太好笑了，还偷喝了我们的酒。喂，我问你们，
这位姑娘，是你们掳来绑在后面小树林的吗？不知道啊。算你聪明，她就是我们掳来的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要是怕了，就把之前的东西交出来。好吧。再问一遍，她到底是不是你们掳来的？我不知道啊，大哥救我呀！大家上！米大哥，你快去帮帮小虎哥哥呀！哎呀，就这么几个草包，哪用得着我出手啊？没事啊。大哥，还能全身而退？你们刚才啊，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，野猫变疯狗，倒是很凶啊！你们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你刚才说了鸡，说了野猫，说了疯狗，那我们到底刚才变成了什么呀？笨蛋，这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变了。你才是笨蛋，我们怎么可能变成那些东西？我问你们，你们好好回答。你们刚才到底是怎么变成那样的？经过我们慎重和郑重的考虑之后，答案是不知道。刚才好像突然有一道紫光闪过，然后我们就晕了，然后再醒过来，就在这里了。站住！大家饶命！饶命！大家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饶命啊！饶命！这些钱就当我买你们的酒了。谢谢大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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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谢谢大家！谢谢大家！谢谢大家！谢谢。他叫林基，是我从小树林里救回来的。强盗用石头砸伤了他的后脑，似乎伤到了颅内，所以他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小虎哥哥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女人有点那个，哎呀，反正就是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没跟我们说完呀？对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这，新火，难道你真的不认识他呀？不认识。雪莲，你再试试看，看能不能医好他，帮他寻回记忆。奇怪，新火以前不会这样的，为何新火见到他？像是整个人都变了。怎么了？医不好。新虎，我是不是治不好了？
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医好你的。我真的很需要你保护我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哦，那我们都出去吧。哦哦，好，走。哦，林姬，你早点休息。怎么了，小虎哥哥？你要留下那个女人啊？不然呢？先让她睡吧，其余的话明天再说。哦哦。啊！哎，去。燕儿，是你把他送来的吗？东西，请你们享用。很好，好啊。慢，小心有毒啊！什么恩人啊？我等学艺不精，昨夜落到几位恩人手上。昨夜恩人不但不杀我们，还放我们走。不但放我们走，还给了我们一些前辈，所以说自然是我们的恩人。恩人，恩人，切！恩人，请放心，没毒的。我们大蛇帮虽说是强盗，但从来不做那些背后下手的事儿。是啊，是啊。雪莲姐姐，给你两个。给你。谢谢。给。这些给你们吃了，我哎，我说好了不准假的嘛，头可断血可流，我们的脸面不能丢。可是老大真的有点饿。是啊，真的饿了。你们就吃吧。哎呀，吃饱了，该出发了。喂，你们四个，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有没有什么人群聚居之处啊？此处是郊野，根本没有什么人家。唯有一个国家叫琉璃国，在北方。琉璃国满是亮晶晶的玻璃房子，一进去就哗哗的闪，里面还有好多好吃的呢。不过近来听说琉璃王国的女国主生病了，于是大关城门任何外来之人都不许进去。
总有进去的办法吧。快告诉恩人怎么办。我听说守卫的士兵虽然严加把守，但只要有女王特发的专属令牌便可以自由通行。那这令牌要从何处取得呢？你们有没有啊？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们几个毛贼哪里会有。那强盗大哥，除了令牌以外还有别的办法能进去吗？嗯，我们试过，城墙高耸，守卫森严，除了用令牌，否则如何都进不去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嗯，辛苦大哥。嗯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我身上发现了这个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啊！令牌，令牌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令牌，令牌，是令牌，这是，这就是令牌，这就是令牌。华成辉我也认得出来，就是这个刻着四脚蛇的令牌。放屁！华成辉，你给我认认看。就是打个比方而已嘛。李俊飞，你给我出来一下。哦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不会是想让那个灵机跟我们一起走吧？呵呵，看来我说对了。留下他孤身一个人，又受了伤，又失去了记忆，我怕扔下他会有危险。小虎哥哥，你不是已经救了他吗？如果他一直无法恢复记忆的话，你就一辈子陪着他呀。小鱼儿，别乱讲话。我觉得小虎哥哥说的也对，我们怎么能扔下灵机一个人呢？我没什么呀，看来也是天意啊。我们要进琉璃国，想必还要借灵机姑娘的令牌一用呢。天赐美人，想拦也拦不住啊。只要辛苦你自己心里清楚该怎么做就好。啊，我无所谓了，小虎哥哥，你们决定吧。多一个人也好。嗯，好，我去和林吉讲。哎，林吉，你们要走了是吗？我，林吉孤身一人，也不知该去往何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同行。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安心。嗯，好。你同意了？其实，我就是想说，我想带你一起走。谢谢大哥，你真好。恩人，恩人们，啊，恩人，路上小心，有空要回来看看我们，带好吃的回来啊！笨蛋，就记得吃，去。好了，走吧。好了，再见。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米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大概是吃坏东西了，我去方便一下。要不你们先走，我马上就跟上你们啊。哦，好。好。哎呦，也不知道恩人们走到哪儿了，想必啊是不会再见了。说的没错。是啊。就是，哎，喂，谁也别说话，我有问题问你们。但问无妨。刚才那个灵机姑娘究竟是不是你们掳来的？基本上可以说是。
也可以说不是啊。没有吧？哎，头可断血可流，我们大车帮的脸不能丢啊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们虽然很想承认掳来那么漂亮的姑娘，但事实上不是我们掳回来的。哎呀，那当时你们为何要承认呢？脸面嘛。脸面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事在人为，你们只要好好努力，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，对不对啊？努力奋斗啊。没事吧？好好好，没事，好多了。我觉得那四个强盗走了，都没那么热闹了。哎，是啊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这个林姬虽然长相看似清纯可人，背后却不知深藏着何等秘密。也不知心腹为何对她如此倾心。只能小心一点看着他，今后水落石出了。哎，琉璃国到了。米大哥，啊，那个是什么呀？哦，那个是蛇神的印记。那是蛇吗？蛇怎么会有四只脚啊？这里面可有故事了。据传上古时呢，蛇跟青蛙是好朋友。那个时候啊，蛇有四足，而青蛙五足。不过蛇好吃懒做，青蛙呢十分勤快。而正因为这个呢，人们呢就十分的讨厌蛇。蛇发现人厌恶自己呢，所以见人就咬，见畜生就吃。天帝知道了之后呢，救命神兵啊，砍去了蛇的四足，赐给了有功的青蛙，所以追溯至今呢，蛇便是这副模样啦。林姬，既然你有琉璃国的令牌，势必曾在琉璃国生活过，你仔细看看，或许能够唤起你的回忆。是吗？仙虎哥，那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看看风景？或许我真的能找回一些记忆。好。仙虎看起来好像会越陷越深，看来还得先警告他才行。雪莲，我需要你帮我稳住灵机。我有些话现在想跟仙虎讲。我……先别问了，到了合适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你随便找点话题，尽量拖住他就行了啊。小雨儿，啊，你跟着我，来来，哎，幸福，你跟我来，咱们先去找落脚的地方吧，走啊，走啊。走喽。嘿嘿嘿嘿嘿。光往前走有什么用啊？问问人不就知道旅店在何处了？走喽！哎呀，先自己找找看嘛！来来来来来，前面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就是，快点！那边那边。林姬姐姐，雪莲有事想问你。雪妹妹只管问吧。啊，林姬姐姐，你这条项链如此雅致，是从何处得来啊？雪妹妹或许忘了，我受强盗重击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不过雪妹妹，若是你喜欢她，我就将她送给你。啊，不用了。
我看你眼神飘动不定，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啊啊，没有啊，真的没有。辛苦啊，有些事情其实。糟了，他们出事了，快救他们！喂！虚惊一场。雪妹妹，谢谢你的舍命相救，你的大恩无以为报。你还好吧？方才他只是无意碰到我的麻穴。没事吧，灵姬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？你没事吧？两位姑娘没事吧？多谢姑娘相救。都是我的错，还望两位姑娘见谅。啊？怎么是她的错？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谁啊！谢谢你还来不及呢。我名叫清河，乃是琉璃王宫女国主的贴身女侍。哦。这马车是来接我的。若是清河能做什么足以致歉的事情，诸位但说无妨，清河必为之。不过，这几匹良驹都是我多年驯养的，都很温顺。今日不知为何突然受惊，实在很难其解。哦，这个马儿呢，毕竟是畜生嘛，即使平时再温顺，受惊之时也难免无法控制的。哎，要不是清河姑娘马术高超，及时拉住马匹，后果啊，真是不堪设想啊。嗯，不知先生高姓大名啊？哈哈，我叫米俊飞，啊，英俊的俊，非常英俊的飞。好名字，人如其名啊。清河姑娘，不瞒你说，我们正有一事需要你的帮助啊。多谢清河姑娘为我们找到了这个落脚之处啊。举手之劳不足挂齿，像我清河职位虽低，但这点小事还是能办到的。好好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没有问过诸位因何而来啊。哎，我来说，我来说。我们是来找生肖的，杀妖怪的。啊？什么？哎呀，这孩子啊，老犯癔症，有时候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哎，其实我们是从凤凰城来的医师，啊，只为沿途除病消灾，积善行德啊！原来你们是远道来的医师啊！哎，太好了！啊，女国主身患隐疾，龙体虚弱，日夜茶饭不思，国内却无人可医。哦，清河担忧已久，若诸位不嫌弃，请随我入宫中，替我女国主诊治。喂，清河姑娘，你放心啊，正所谓，朋友有难，我们都不帮。我们还是人吗？你别担心，女国主之病我们必会用心诊治的。雪莲，我说的对不对？雪莲，你说对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哎，俊飞先生果然俊朗非凡，又医得人心。若有谁家女子能嫁于你，真是莫大的福分。嗯，清河先行回宫禀报，之后再来接诸位。好。
可以啊。灵姬，你觉得这儿怎么样？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小虎哥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小虎哥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等一下。什么事啊，雪莲？小虎哥哥，雪莲从未骗过你什么事情吧？那雪莲说的话你一定会信是吗？那当然了，雪莲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小虎哥哥，你可不可以送他走啊？谁啊？灵姬。小虎哥哥，你不觉得自从他来了以后，很多事情变得很奇怪吗？先是强盗，后是马金，虽然我不敢确定，但是今天他似乎点了我的麻穴，所以我才不能动。新虎哥，雪妹妹，我们去清河说的琉璃塔去玩吧，我似乎对这儿有几分印象，小玉儿她也很想去。好啊，那我们叫大伙儿一起去吧。先晒晒太阳啊。难道是你喜欢小虎哥才心生妒意，误会了他？没事吧？没事。雪莲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灵姬，多亏你救了雪莲，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这灵姬行事变化多端，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，看来我们得多加小心了。往这边走吧。哎，雪莲，刚才的事情吓到了。是因为灵机。你大哥，你说一个人会不会因为单纯的妒忌而讨厌另外一个人？苍生愚昧，自然是会。不过雪莲，你不会。为什么？你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女孩子里面最善良的一个。怎么，你讨厌灵姬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今日在琉璃塔上，我感到有人推了我一把，我才险些跌下去。当时我背后好像有一个人。灵姬？不过我也不能确定，可是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害我，又要救我呢？还有在这之前，我怀疑也是他点了我的麻穴，所以马车冲来的时候，我才不能动弹。你大哥，
你是不是也不相信我？反正小虎哥哥不相信。我相信你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他有问题。啊，真的吗？只不过一直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，所以才没有说给你们听。可是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害我然后又救我呢？这才是狠角色。什么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他是故意这么做的，故意要以此来收买人心，尤其是对星虎。只要他救了你，星虎就更加不会相信你对灵机的怀疑。啊？只可惜他成功了。雪莲，你放心，有米大哥在，他要敢害你，我绝不会饶他。让你看看米大哥怎么拆穿他的阴谋诡计。走吧。喂，小月。啊。是啊，肚子疼啊，疼啊，好疼啊！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好疼啊！喂喂喂，喂，你干嘛？喂，小鱼儿，别玩了！小鱼儿，别玩了！喂，玉盘都被抢了，还不追？小鱼儿。别装了。他已经走远了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。说吧，你混入我们当中到底想做什么？小鱼儿，小鱼儿，你再不停下，我抓到你定不饶你。哎，来追我呀！喂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不对啊，小鱼儿为何要突然引开我？难道是灵机？我能有什么企图？我孤身一人，手无缚鸡之力。若不是你们可怜我，或许我早就被那些强盗给杀死了。哼，收起你这套。我早问过那几个强盗了，你根本不是他们掳去的，你还两次想暗害雪莲，到底用意何在？米大哥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听不懂是吧？那我就说一些你听得懂的。雪妹妹，你救救我吧，雪妹妹。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星虎哥哥，林静，我知道，是你叫小鱼儿做的，对不对？你别拦我啊！我马上让你知道真相。李俊飞，我告诉你，你若是再敢动他一个汗毛，我肯定饶不了你。小虎哥哥，雪莲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也要帮他李俊飞害人吗？不是，小虎哥哥，你还记得破庙里的那幅画吗？你不觉得现在的情形和画里的一模一样吗？天意，西湖，你当真要坚持护着他？我护着他，自有我的理由。好，那我走。米大哥，你干什么去？窝火，散心，找点酒消消火气。哎，